假如我有超能力之葵花点穴手。我去，真被定住了！你们不是想看红尘摘口罩吗？今天我就来满足你们。臭小叶，你敢！小哥哥，你人跑哪去了呀？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我还在游戏里和小姐姐语音连麦呢。等我和匹配到的小姐姐玩完这把，再给你们摘口罩啊！啊醒醒！醒醒！哎呀，他怎么动了？你又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还不快过来，给我捶腿！